东京。声音都不要回头，你不觉得是释迦牟尼在看我吗？嗯，他在作怪，我们进来这么久，听到那么多声音，就是他在作怪。他在调皮。神像底下都藏也是异象。听到有人在讲话，装作没听到就好。你先去外面交通。嗯。怎么了？怎么先叫他出去？他说是挺干的。可是这个我还要当作没看到。
好了。蜡烛要带走吗？要带走吗？蜡烛要带走吗？不用。好。怎么了？走吧。嗯。